最近好多酒店都推出了 staycation 的優惠，其實除了國際品牌之外，在香港也有一些精品酒店很值得大家來住一晚和打下卡的。穿過這個酒店大門，是不是感覺不像是天后呢？大堂採用了星空一樣的燈光，加上和香水品牌合作的展示空間，單是酒店的公共空間已經型格十足了。至於打開房門一樣咁有驚喜的，採用了很多混凝土、鐵、黃銅、大理石等等的建材，加上極簡的佈置，型得來很有空間感。呢间酒店最受欢迎咧就系呢个 premium 嘅房型啊，亦都系呢度最大嘅房间嚟噶。我哋而家入去睇埋个洗手间先。哇，都好大噶喎！睇下呢边，有一个好大嘅企缸啊！但系咧就有样嘢麻麻地啦，就系咧佢嘅周围都系用咗磨砂玻璃啊。如果你就同唔系咁熟嘅朋友过嚟咧，就可能有少少尴尬啦。同埋一定要赞下呢度嘅收纳设计，木盒仔变 mini bar 好鬼得意。至于细少少嘅房型，亦都有 comfort room 同 deluxe room， 一样咁靓咁好影。deluxe room 房价最平700几，就包双人早餐同 house gift。premier 房亦只系1000蚊左右。最正是这里的早餐由人气咖啡主理，主打 all day breakfast， 单看个 big breakfast 就知份量十足，个竹炭面包还好香口松软，个 pancake 食落也都好有空气感。而这里夜晚即以调酒为主，住一晚再计埋个咁好味的早餐，700几蚊港纸真是好抵住啊。